这有一个100万级的以上的房子。这可能是那个公用的游泳池是吧？哦，你说就这个？对、啊。这上面是一个公用游泳池，等于是。日本公园的自己。自己。嗯。他肯定不是，你是说这是一家拥有的，还是整个 subdivision？ 肯定不是一家的。哦，那就是，我就是说他这一个，其他 subdivision 那共用了一个。对、啊，一天自己一套啊、哦，一套房子。哦，这整个这是一套，一家100万。对，一家一家。它也不是完全连着的，就是中间还是single family，single family，真不错，连一个墙，嗯，这不错。不知道他们这个地，认为这个地是他们的吗？不是，像这边不是啊，那就是每个月都必须得交。那地涨价的话呢，这个，那等于说，对 ，stopped recording。Stop recording.